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那个控制器它那么敏感，我就轻轻的碰了一下。轻轻碰一下，轻轻碰一下能有这个效果啊？真的只是轻轻碰了一下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你都已经道歉过很多次了，道歉有用？要警察干嘛？徐晓东，你被开除。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这个徐晓东还挺会关心人的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 man。还这时候想什么呢？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损坏包间高尔夫系统，得罪了我两个大客户，让你赔十年的工资都不为过。哎，你这就是耍流氓了！手机拿来报警。你还要报警？我没报警呢，你。哎，会有人来处理的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